经找到安德森和他手上的那箱物资了，只是我没办法。你能来一下挨道墙吗？和其他孩子一起。给，我心脏不行了，我跟他。其他孩子一起。破坏了怀特的阴谋后，通过罗马，我此希望你能带他。在落日海湾大桥上，对接人为你准备好了联络工具，接下来你只能和对接人记住，你们对接的暗号是红桃 J， 不管他提出什么问题，他将联络工具放在了一辆报废的红色轿车里，
希望你一切顺利。喂喂，红头还是方块？我选择红桃 J。请听好，现在是小丑帮警戒最松的时刻，你得在天亮前搞定一切，不然你无法活着离开这里。接下来你要通过小丑帮最严的防线，你应该拿到我为你准备的棒球杆了。一定要记住，不要被发现，被发现了就用棒球杆解决，千万别开枪，小心别被发现，千万别开枪。我已经通过了城墙，接下来应该怎么做？你要去我之前藏匿的几个地点，把信号增幅器打开。小丑帮设置了信号干扰，如果没有增幅器，我们很快就会失联。三个信号增幅器了，你应该快到涂鸦街了。接下来你必须面对巡逻队，这是无法避免的。我会进行信号干扰，你要速战速决。要救的人在哪里？在小丑帮的大本营里。在小丑帮的大本营里。但是据我对坏特的了解，他肯定有什么坏主意对付毒鸦。我偷偷查看了小丑帮的记录，他们最近运了很多炸药，就堆放在边上。
这是什么？你是指那个巨大的小丑吗？你现在看到的这些小丑标志都是坏的设计的，我觉得他就是个疯子。要知道，有些时候疯子是最接近艺术的存在。引爆器。